问去。学佛行仪是修于内，行于外的威仪，也是基本的应对进退。在金舍师父指导下，对府认真练习，呈现团体之美。 此外，斋堂也要排练行进路线，一天又一个晚上的时间，然后来跟队伍们跑流程，也跑动线，看到师父的行仪，真的也是给我们很大的，就是学习的典范。马来西亚的林碧珠第二次来到台中静思堂，就担任队府的工作。那时候呢，就是跟着队府走就对了，现在是要带人，就是这边。 有点考验哦。而承担课务规划的蔡明宪对各国慈善制度有深入了解，课程安排着重互补、互相学习。他们都可以希望可以再回来的时候学到台湾智慧，对，所以其实，在法脉宗门这里面呢、啊，他们其实很期待台湾同学多多分享。海外家人回来一趟不容易，希望透过量身打造的课程，传承静思法脉，慈济宗门的精神理念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成泰、林美宏、黄玉佩，台中报道。